天父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父，爱主耶稣的天父，感谢你使我们成为耶稣的肢体，与耶稣基督一同蒙受您的慈爱，我们因此向你献上感恩。你也把唯独在上帝里面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上帝的荣光里面，并且让上帝的荣光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也能够见到上帝的荣面，并且我们也能够参与上帝的事工。天父啊，求你一下时间以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更深的爱你。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不足，但我们已经依靠主耶稣宝血的功劳，所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纪念我们的信心，也愿你以你的能力充满我们。愿你下世间以圣灵来支配我们，使我们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阿们。谢谢大家。今天十条诫第十四，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顺服上帝抵挡魔鬼。让我们说两遍，预备起。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顺服上帝抵挡魔鬼。让我们一起阅读雅各书第四章，从雅各书第四章七节。雅各书第四章七节，我们一起读两遍，预备起。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好好的，在里面。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好好的，阿们。我们正在看十条诫的内容。有人问主耶稣，耶稣啊，诫命当中最大的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你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耶稣说，你说的很好，对。那今天耶稣已经升天了，按照上帝的应许，他受死复活升天，又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们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十条诫总结的话应该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呢，像那个回答的好的那个一个门徒，他虽然回答得很好，但是我们已经领受圣灵的人呢，还要加上另外一点，爱神也要爱人如己。这话换句话说来就是顺服上帝。而我们今天基督徒们，所有的基督徒还要意识到的是上帝的仇敌魔鬼。所以呢，今天如果问我们，我们的回答应该是律法的总纲是什么？顺服上帝，然后抵挡魔鬼，这才是完全的。今天的基督徒不考虑到这魔鬼这实际存在的仇敌，只是想到上帝，所以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只有爱上帝，爱上帝，爱上帝。所以呢，爱上帝的时候干嘛要赶鬼呢？爱上帝的时候干嘛要说方言呢？爱上帝的时候干嘛要得着能力呢？人们这么想，所以呢，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反对圣灵的恩赐和耶稣所吩咐的这一切的命令，是因为仅仅想到上帝，还不想到魔鬼。
我们不仅有爱的对象，也有憎恨的对象。那个我们的憎恨的对象，我们的仇敌，就是上帝的仇敌，他就是魔鬼。所以你们不仅要顺服上帝，也要抵挡魔鬼。让我们说三遍：顺服神，抵挡魔鬼。对，起。顺服神，抵挡魔鬼。顺服神，抵挡魔鬼。顺服神，抵挡魔鬼。今天的基督徒们，连魔鬼的存在都不承认。所以呢，如果他们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碰壁、事情不如意，啊，我一直服侍上帝，且家里有人出了车祸，那就怪谁？上帝。他们不想到魔鬼这个存在，只是想到上帝。所以呢，911事件大家记得吗？美国啊，911那一天，贸易大厦垮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其中牺牲者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所以呢，人们怎么想呢？这怎么回事？而且他们的信仰也不错呀。那上帝怎么能够允许那些外邦人能够攻击这贸易大厦，然后呢，那么多的人遭难呢？上帝真的存在吗？有些人离开了教会，而有些人呢，怎么想呢？不会吧，上帝不会这样的啊，不管我们吧。他们，但是呢，上帝又是爱的上帝啊。那这个两件事情，两件事实，上帝是爱的上帝，而且他肯定要管我们，不能不管我们。这两件事情要成立的话，只有一个解释的方法。什么解释的方法呢？上帝实际上不知道将要发生这样的事，上帝也不知道。所以呢，美国一些信心非常好的那些人，为了辩护上帝而想出来的方法是什么呢？上帝也不知道，不是全知的上帝。要不然上帝明明知道而不救我们，那这怎么可能说是爱的上帝呢？所以上帝肯定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啊？上帝在这世界上做工是通过跟人一起合作的，所以呢，交给人的事情上帝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呢，一旦给人的话，上帝也不管。那些人现在正在准备攻击这个贸易大厦的时候，他们能不能成功，他们是不是真的会攻击，这个上帝还不知道，因为完全交给了他们的自由意志。有些人还是这样的解释，然后呢，在圣经中找到很多的根据，说啊，原来是这样。然后呢，他们在圣经中找到很多相关的根据，说啊，上帝有的时候不知道，所以呢，上帝也有后悔。如果上帝如果全知全能的话，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上帝都知道的话，上帝怎么能够后悔呢？是吧？好像他们按照他们的这样的说法好像是对的，然后呢，从这个角度看圣经的时候发现，哇，圣经有很多处都是上帝也不知道，上帝跟人一起商量某件事情在进行。他们如此制造一些教理，结果呢，使上帝成为什么样的上帝？无知的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虽然和蔼可亲，但是呢，却是非常无能的上帝。但是呢，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呢？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说，太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一切都是上帝用自己的话语创造的，而且造得非常的完美。通过圣经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上帝有完美的地方，在人的眼睛，用人的眼睛看的时候呢，好像是失败，因为原子呢好像是世界大贸易大厦垮下来了，好像是上帝的失败似的。但是这是从人的角度看的时候好像是失败，但上帝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失败，而且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上帝所知道的，甚至都是上帝所计划的。魔鬼堕落的时候，哎呀，上帝怎么这么无能呢？为什么让他堕落呢？但是这也在上帝的一切的安排当中，上帝允许的。因为上帝能够收拾，所以呢，上帝任凭他们这样做。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呢，上帝充分自己有信心，充分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由他吧，就让他受死吧。后来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使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支配全世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我们亲眼目睹这事实，现在我们承认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哈利路亚，阿门。我们所侍奉的神跟其他的这世上的神不一样，他们不全知，他们不全能，唯独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完美者，绝对者，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委托给他了，他也不会说谎，他说的话也不改变。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中，现在以前的人呢，他们不知道魔鬼这个存在是不是真的，虽然听过，但是呢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今天我们亲眼目睹耶稣基督的人呢，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拯救人类，也是更是为了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因此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也是魔鬼的仇敌，所以呢，既然他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也是，肯定我们也是他的仇敌。那这样的话，魔鬼呢，他的脑子里面时时刻刻都会想到谁？我们。而你呢，时时刻刻都想到魔鬼吗？不，当然时时刻刻会想到上帝，想到耶稣，但是呢却忘记自己的仇敌是谁，然后呢在这世上想要过平安无事的生活。为什么？他们忘记了魔鬼这仇敌，只是认为啊，这世上只有上帝和我，上帝和我在这。所以如果上帝和你在这的话，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平安的生活啊。这是很大的错误。现在不是只有上帝和我，而是上帝和我还有谁？仇敌。所以我们在金基东牧师的写作当中，著作中有圣经所写明的什么三种属灵存在。通过这样的内容，我们知道了整个圣经都是有关这三种属灵存在之间的关系，还有呢这三者之间的发生的斗争，还有呢攻击战争啊，这圣经本身就是谈到这些的内容。以前我们不知道，基督世界几乎所有地方的基督徒都考虑不到这一点，但是金东牧师通过三种属灵存在这内容，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必须得知道的这属灵存在有哪些。三种属灵存在，第一是什么？上帝，很简单，上帝。二，人，天使。三，人。而上帝这一块，上帝是独一的，独一的上帝，
但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父子圣灵，父子圣灵，上帝父是看不见的，儿子显明出来了，因着儿子我们看到了父，儿子上天之前应许给我们，我要把圣灵浇灌在你们里面，他上天之后真的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让上帝的荣光照样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父子圣灵是一体，不是三位上帝，而是一位上帝。所以呢，我们常不是常使用三位一体这个词汇吗？这个我们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汇，因为这三位的位，我听到这三位的时候呢，我在四川读书的时候去食堂吃饭，那么那里的服务员总是说什么，你们几个人，两个，两位客人来了，两位客人来了。所以呢这两位三位，所以三位一体好像是三位客人来了啊，三位上帝成为一体，有什么样的感这个印象呢？就是一体有一个身体，但是呢有几位，三位。三位，当听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呢，就想到这样子啊，三位来了，到底上帝有几位啊？一位。所以呢这里的位不是说一位两位三位的位，而是什么位？位格，人格，位格的位，有三个位格，但是呢不能说三位上帝，三位格一位，我们可以这样说，三位格上帝是一位。所以呢用三位一体这个词汇来说明的话很复杂，所以干脆不常用，这不是三位一体，我们的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但是这位上帝是看不见的，比天还大的，我们怎么能认识他？通过儿子能认识他。然后呢怎样让上帝的荣光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参与上帝的荣光中，参与上帝的名字里面，借着圣灵。还有上帝在旧约时代，在旧约时代我们的上帝是用什么存在显明自己？天使。所以呢这天使当中也有代表上帝的存在，所以呢这天使我们可以考虑到，第一，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还有天使当中有天君天使，他们都是服侍上帝的。同样今天我们成为了上帝的肢体，所以呢也同样服侍我们天使。还有那天使当中呢也有一部分天使在天上抵挡上帝，就是抵挡上帝所安置让他代表上帝权柄的这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上帝把他拘留在黑暗阴间里面。这个时候呢这位天使和与他一同抵挡上帝的天使一起被拘留在这个阴间里面，所以呢他们被称为撒旦。撒旦和他的使者来，这撒旦因为到这世上来成为了挑与上帝和人之间做挑拨离间的工作，所以呢也被称为魔鬼。还有这天使当中也有什么样的存在？原来是上帝，这位天使原来是帮助上帝服侍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人成为了上帝的肢体，所以呢奉差遣帮助我们的那些天使后来编制的话，如果人他
他的意志在上帝面前不纯可憎恶。那这个时候呢，上帝允许那些天使编制，所以呢，这些编制天使被称为迷惑的灵。这个迷惑的灵跟撒旦不一样，撒旦是谁使唤的？撒旦和这个撒旦并不是上帝所使唤的，而且这撒旦的使者们都是撒旦的手下，他们听撒旦的话。但这迷惑的灵听谁的？听上帝的安排，他们是上帝所使唤的灵。所以这世界上充满着这撒旦和撒旦的使者们，他们被称为世界的神，世界的神。然后这世上也有迷惑的灵在迷惑人。还有第三，人呢有活人也有死人。这死人当中，如果罪没有得到赦免而死了，在这世上彷徨一阵子，然后呢到无底坑去。彷徨在这世上的那些灵叫做什么？鬼。巫灵叫做鬼。所以好像世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的灵，但是呢总的来说他们可以总结为三种存在。这一切都是可以划分为这三种不同的属灵存在，上帝、天使和人，只有这三种属灵存在。我们一起说一下：上帝、天使、人，三种属灵存在。我们今天知道这三种属灵存在，不是一般的事情。因为明白了这 三种属灵存在，所以呢从此以后圣经不再是讲伦理道德的内容，而是属灵存在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发生的事记录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三种属灵存在，所以呢我们的信仰生活不仅仅是追求一种高尚的金钱生活的生活，而是什么样的生活？战争，属灵的战争。当我们不知道这三种属灵存在之前呢，信仰生活只不过是一种修养生活、宗教生活。但是知道了这三种属灵存在之后，发现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战争。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活并不是安安逸逸的，就好像在乐园里一样的这样的生活，而是在战场上过生活。所以呢怎么不会有什么灾难呢？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不要仅仅讲到上帝，然后呢所有的责任都归给上帝。但是呢知道这三种属灵存在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一切都是谁干的？魔鬼和他的使者们干的。所以呢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不是很奇怪的事，不足为奇，这是理所当然的。反而今天我们过着比较平安的生活，这才是非常奇妙的事。今天你周围有那么多的仇敌，魔鬼和使者们还有那鬼迷惑的灵都在攻击你，但是呢你还是过这样的平安的生活，你还能够传道结果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上帝的手一直抓住着你，上帝的能一直保守你，所以我们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当我们受到五鬼攻击，遇到灾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的是什么？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不要这样想，而是反而要想什么呢？啊，我是魔鬼值得去攻击的人，我是在属灵世界上这么重要，所以呢魔鬼才攻击我啊。这样想，不知道三种属灵存在的人呢，遇到攻击的时候上帝离弃了我啊，仅仅会这么想。我在中国
跟着带着我的妻子一起走遍一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我的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无工业的时候呢，把妻子留在上海，我在山东，在那里有一天晚上传道回来之后，在山东那里宿舍里面，主人告诉我，上海来了电话，说你的妻子车祸，所以呢很危险，所以呢你赶快回上海。这个时候，我马上到祷告室祷告。这时候呢，很自然就有这种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不是说上吊，我这么热心的为你服侍，你怎么这样的待我呢？没有这样的埋怨上帝，而是真的想到，哇，我在这个属灵世界上，在魔鬼的国度里面，我是非常重视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物，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他们的敌军的一个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将军军官，所以他们才这样的攻击我啊，攻击我的这个目的很明确，肯定是为了不让我再继续传道，只要攻击我的家人的话，让我灰心埋怨上帝，一旦我夸下来的话，我周围的那些我的同工们也同样看到我的失败，他们都会灰心的，所以呢还一目了然的可以看到他的轨迹是什么。所以呢我反而在听到妻子很危险，孩子不知道他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怎么样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只有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因为这个魔鬼如此攻击我，是因为我是这么重要的人物，说感谢你，虽然他们攻击我，但是呢我知道上帝的手常在我身上，所以呢一切都是在你的允许当中发生的，上帝啊我知道你是为我预备最好的路求你医治我的妻子吧，求你保守我的孩子吧。第二天去了，然后呢看到妻子躺卧在床，全身都是淤血都是黑黑的，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样，也不能 B 超，因为孩子已经过了五个月，所以呢妻子不想给他办任何的什么这个措施，所以呢我只是给他按手祷告。结果呢第三天起来洗衣服做饭，然后呢让我完全忘掉了我的妻子前几天受这样的很严重的交通事故，连这个事实都完全忘记。然后呢我太奇怪了，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不是有后遗症吗？连后遗症都没有，直到现在都一直没有，也不是一般的车祸。而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想到什么呢？到底上帝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着这样的事情到底在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我从山东到了上海，然后到了上海之后呢，在那里安静的在那里祷告看圣经，这样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段时间上帝用话语来大大感动我，让我明白了我是福分的根源。当时我看圣经的时候才发现，我直到现在一直给大家讲的这个我是福分的根源，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这话语成就在我身上，这个事实在那个时期发现的。与此同时，上帝大大感动我，让我的心呢总是想到韩国首尔圣的教会，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不知道为什么一祷告我要回家，必须得回家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是吧，我怎么一直想到我要回家呢，我要回韩国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宣教士来到我家，然后呢在他的包里面拿出一个神学入学表入学证神学院，我们神学院的这个入学申请书就把这个交给我了，你写吧。你怎么知道？我正好有应该快点回韩国的这个想法原来是如此。
然后呢我填写之后呢寄给韩国，就这样下一个礼拜就来了韩国啊，2001年的事情，也这样上帝带领了。所以呢魔鬼呢当时打了我的耳光，但是呢我没有灰心，没有跌倒，我站起来打了不正打，完全把他踩了啊。所以呢让魔鬼深刻的知道，魔鬼打我一下对自己肯定是更大的亏损，如果你打我，我绝对不会往后退，而是每一次你打我的时候呢都是你的亏损，我是每一次这样的攻击他。后来呢过了好几年，有一次我的孩子出车祸了，很危险的情况下上帝保守他，如果一秒钟如果旁边经过的人没有帮助他的话他就死了他在车的后面，但是那车一直往后倒，这个时候呢他在下面，孩子的身体已经是弯曲了，因为这个车一直压他，所以如果再走一秒他就压死了，这个时候呢经过的人拍这个车就好了，这个时候呢又被打了一下，是吗？然后呢我们彻底悔改，全家人都彻底悔改，然后呢把存款里面的钱全部拿出来，然后呢大家一起，孩子妈妈和我一起到教会去，就是星期二星期三一起去，然后呢星期五二楼大家一起祷告，然后呢把这个钱呢奉献给上帝因为如果上帝不保守我们的话不用说这些钱全部都没了所以呢上帝啊感谢你，这样的献上之后孩子说头干净了，很清晰了刚才一直是很沉重，这样的献上奉献之后呢完全干净了，又这样从此以后呢全家人的信心呢更加的在上帝面前呢更加的稳定。所以呢他魔鬼的原来的想法是什么呢？让我们摇摆不定，但是呢他攻击我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呢反而越坚固越更上一层。所以呢每一次魔鬼打我的时候呢谁的亏损？魔鬼的亏损。打就打吧肯定你的亏损，你的国度受伤害。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魔鬼这个存在的对他的概念的话，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肯定会怎样？埋怨上帝，抱不平，上帝怎么会这样呢？我是你的仆人，一直以来这样的努力服侍你，你怎么会这样的对待我呢？会这样的埋怨。但是呢我们的意识当中常常时时刻刻都有魔鬼，所以我们要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顺服上帝，抵挡魔鬼。说三遍，愿意请。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顺服上帝，抵挡魔鬼。是，顺服上帝，抵挡魔鬼。当大家下决心，我要努力顺服上帝，这时候。同时也我想到我要抵挡魔鬼，为什么？仅仅顺服上帝不容易，因为有妨碍者，魔鬼在扯你的后腿，所以呢顺服上帝的同时你要抵挡魔鬼，如果你抵挡的话魔鬼会怎样？顺服上帝的时候呢上帝肯定100%亲近你，你亲近神吧，那么上帝也亲近你，这是上帝的原则。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中不会这样，我亲近你他还是不理我，是吧？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难受？我亲近你我追你，但是呢他不理我。我谈恋爱的时候所以非常难受，我一直追他一直追他，有一次呢追到他的家里，但是呢他最后说出来的话是 我想跟你分离分手，然后呢
进到自己家里去了，然后我在窗外一直看着他，我不回家。然后呢，我既然说出了不回家就不回家，所以在那里熬夜。晚上打电话，我还在凌晨两点，我还在你的家门口呢，下楼底下呢，他来了一下，哎呀，你赶快回家吧，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回家，我绝对不能跟你分手。他还傻逼上去了。第二天早晨，我还在那儿熬夜了。虽然我亲近他，还是不理我。你不一定我亲近你，他也亲近你。但是我们上帝呢，绝对不是这样。只要你亲近你的话，上帝会亲近你。哈利路亚。为什么上帝好像与你的距离太遥远呢？因为你不亲近你的缘故。只要你转变的话，你只要你回来的话，上帝呢肯定会回来。所以雅各书第四章八节说，你要亲近神，神要亲近你。然后呢，魔鬼呢，当我们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会照样的抵挡我们吗？他装作他会抵挡我们，但是呢，如果我们还是抵挡他的话，他呢怎样？必要逃跑，必要逃跑。魔鬼污鬼，我们赶鬼的时候，污鬼说啊，我不走，我绝对不走，非常坚决的说，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不走，绝对不走。这个时候呢，哇，他太厉害了，不要这么想。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上周我赶鬼的时候，有一个鬼是这样啊，我不走，对呢，所以我怎么反应呢？还要走？没有这么说，我不走。这时候呢，我笑了，真的吗？我不走，真的吗？哎，走，真的吗？因为我知道他呢肯定会失败，他从来没有成功过，他的记忆当中只有失败。他在生前所做的事情，再这么成功的记忆，都是以失败为告终。为什么最后他没有得到赦免而死了吗？所以他是最终的失败者，所以他以往在人生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失败，所以他的记忆中只有失败的记忆。人有自信的话，为什么有自信？有成功的记忆。但是呢，他乌龟来说，最终他没有任何成功的记忆，只有失败，所以呢，一直非常的脆弱。所以呢，你还是要走，他肯定会屈服于我们。所以呢，我们只要抵挡魔鬼的话，魔鬼会必定会逃跑。你要抵挡魔鬼，魔鬼必逃跑。所以呢，我们顺服神的同时，要想到要抵挡魔鬼，要考虑到我们的仇敌是谁，仇敌。所以十条诫，大家看十条诫的时候呢，不仅想到是我要顺服上帝，而且要想到什么？抵挡魔鬼。十条诫的精义是什么呢？你要抵挡魔鬼。因为这十条诫里面所说的这些内容，都是针对谁呢？这都是谁干的？原来是魔鬼在上帝面前干的事情。所以魔鬼呢，让人照样跟自己一样犯罪，抵挡上帝。所以呢，上帝给这些罪人所赐的这个十条诫，都是针对魔鬼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事。所以我们已经在 BDI 研究院课程里面已经学习过，魔鬼在天上所做的事和亚当在被魔鬼欺骗而在伊甸园所做的事，和上帝赐下律法的经历都是一致的，一致。魔鬼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事情是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原来上帝只有一位，但是呢，魔鬼心存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看一下以西结第二十八章，以西结二十八章十四节，
一起读十四节，预备起。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督徒，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展开，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鼻翼，因你暴力很多，就被强暴事出来，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谕，就从神的山驱逐你。车言约会的基督徒，我已将你从法官如火的宝石中吐念，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柔弱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倒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阿门。十五节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在天上他服侍上帝的时候原来是完全的，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无义，因为他的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是充满抵制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这天使所做的事情通过推罗王所做的事情显明出来，还有魔鬼所做的事情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节，一起读，预备起。灵亮之星，早餐之泽，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崇拜列国的，可竟被横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信上，我要坐在主位的山上，在主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的心里的想法就这样显明出来了，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的众星星星，在圣经中常常显表明的是什么？天使，天使，星星，天使，众天使以上，坐在众天使以上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但是呢，他想要把自己的宝座安置在上帝的位置上，还有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云又是表明天使，我要升到高云，所有的天使之上，我要与至上者上帝同等。他想使自己成为上帝，所以这样的动机呢，就等于干犯上帝的主意。上帝只有一位，但是呢，他想自己成为上帝，我要高举我。这个想法在伊甸园里面同样显明出来了。所以呢，魔鬼诱惑夏娃的时候呢，你吃吧，你吃的日子你也可以成为像上帝一样的存在，你吃了的话眼睛就明亮，你会分别善恶，像谁一样？上帝一样，你也可以成为上帝。就这样，魔鬼在天上所做的事在伊甸园里面同样的让人去做。所以上帝赐下十条诫的时候呢，第一条诫命是什么？除了我以外，在你那里不可有别的神，神只有一位。这话的意思是，你不要效法在天上抵挡上帝的那个天使，你不要
效法被魔鬼欺骗的这个夏娃。所以呢，你要知道上帝只有一位，换句话说，你要抵挡谁？魔鬼。第一条诫命的总纲就是你要抵挡魔鬼。第二条诫命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不可制造什么任何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任何被造物的形象啊，这话的意思也是不要被魔鬼所支配，不要被魔鬼所欺骗，你要抵挡魔鬼的意思。因为他在伊甸园里面欺骗夏娃的时候呢，原来夏娃是一个被造物，但是呢要想要让这个被造物成为像上帝一样的存在，被造物和上帝和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一样的啊，就好像今天人们所认为的啊，任何的权威都不承认，对父亲和儿子没什么两样，都是一样的啊，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什么权威的上下，都是一样的。哎，总统和老百姓之间没有任何的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啊，这是一种流行。同样，上帝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哎，就像把被造物神格化，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天上发生。原来天使就是被造物，怎么能与创造的上帝当作平等呢？还有，魔鬼在天上所做的第三，他如此的行动来妄称上帝的名。上帝的名是圣洁的名，尊上帝的名为圣，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显明的是尊上帝的名为圣。让我们一起说一下，预备起，尊上帝的名为圣。再来一遍，预备起，尊上帝的名为圣。尊上帝的名为圣，这就是主导文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很重要的祷告内容，就是尊上帝的名为圣。一些皮迦教会里面挂着的牌子就是尊上帝的名为圣。但是呢，这魔鬼呢在天上把上帝的名和其他的名混淆不清，随便对待。所以呢，上帝就是以色列百姓呢好好的尊敬上帝的名，但是那魔鬼呢非常的恶毒，随便的叫我们的上帝的名。所以呢，现在大家看美国电影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最大的什么啊，人们啊说脏话的时候呢，甚至拿上帝的名来说脏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什么啊，耶稣咒话，如果翻译成韩文或者是中文的话，竟然是什么呢？啊，Jesus， 他们用耶稣这个话来说什么样的话呢？倒霉，或者是真见怪见鬼，这种话就是竟然他们口里说的话里面有我们耶稣的名，他们用这圣洁的名来把它当作一种脏话，或者是这样的感叹词，就是倒霉的时候说的感叹词。所以呢，大家美国人或者是西方国家的一些人，他们随便的生活中随便口里说出啊 Jesus Jesus， 不要认为他们的信仰非常好，他们这是一种啊真倒霉这种话。所以呢，魔鬼呢现在不断的拿着我们最爱的证明当做一种喜笑笑柄来对待。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值得去效法的，这个世界是从各个角度他们一直全面的攻击我们上帝的荣光。在这个世界上唯独我们基督徒们才保守耶稣这宝贵的名，唯独我们是以耶稣的名敬拜上帝，唯独我们这一群人才以耶稣的名来向上帝祷告，高举着耶稣的名。
所以上帝把我们分别为圣，当作非常可爱的存在。我们的上帝把这样的魔鬼呢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最终因着他所侮辱的这个名，因着这名来完全的受诅咒。当他抵挡耶稣名的时候呢，因着这名他就自作自毙，就灭亡了。还有撒旦在天上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原来天上是充满平安充满荣光的地方，但是呢在那里出现了革命反叛，所以呢在天上上帝的环境中出现了意外混乱。而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呢再一次又一次通过诱惑夏娃来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呢原来这伊甸园是为了谁预备的地方呢？为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成就上帝的事情而预备的地方。但是呢魔鬼又搅扰那个地方的环境，所以呢不能在这伊甸园里面完成上帝的事，所以呢上帝只好把人驱赶到伊甸园外面去，所以呢从那里出来了。从此以后为了成就上帝的事情，为了再次回到伊甸园里面，我们的人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对于女人说，对蛇说，你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所以呢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成为仇敌，要互相斗争。所以呢今天作为女人后裔的我们也必须与蛇的后裔斗争，才能够回到伊甸园里面，恢复以前的这个和平与上帝的和平。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现在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上帝所允许的与蛇的后裔斗争的做仇敌的这种生活。所以这样的环境，今天我们的上帝呢通过安息日，你们要遵守安息日这样的诫命来吩咐人，你们要保守上帝的环境。所以这十条诫命里面所说一切的话语，用一句话来说，你要顺服上帝，也要抵挡魔鬼。我说顺服上帝，而大家说抵挡魔鬼，这是同样的内容。要顺服上帝，抵挡魔鬼；要顺服上帝，抵挡魔鬼；要顺服上帝，抵挡魔鬼；要抵挡魔鬼，顺服上帝；要抵挡魔鬼，顺服上帝；要抵挡魔鬼，顺服上帝。是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为了拯救人类，但是呢，如果不出面抓住人类的这些仇敌的话，怎么能够拯救他们呢？所以耶稣说过这样的话，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一起读，预备起。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要想偷谁家里的东西的话，那么家里面有人怎么能偷呢？所以呢为了把他里面的这个家里面的好的东西偷就抢夺，首先要捆住那个人。所以这个壮士是谁？谁的比喻？魔鬼。那这个家里的家财是谁？人。那我们的主耶稣想要救人的话，应该把这个家里的主人壮士魔鬼捆起来。所以呢要想拯救人类，首先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预备起。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蛇败坏那掌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医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不仅是为了拯救人类，也是为了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虽然现在的很多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不关心魔鬼的作为，但是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让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八节，预备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像耶稣一样，是抵挡魔鬼、除灭魔鬼事情的生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本身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预备起。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到拿撒勒的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上帝把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让他做什么事，使他周游四方行善事？那这善事是什么？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为了做这事情，上帝与他同在，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都是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耶稣做事的时候呢，上帝与他同在。同样我们做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与我们同在。马可福音第16章20节，预备起。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着证实所传的道。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的时候，主和他们同工，不仅同在，而是同工。那怎么同工呢？用神迹随着，用神迹随着证实他们所传的道。这道就是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上帝用什么神迹随着？这神迹有哪些？16节，马可福音16章16节到18节，预备起。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恶魔的灵赶鬼，做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走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信我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哪些？奉我的名赶鬼，这是摆在最前面的，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这话正应验在我们身上。最近我们周围环境中毒气很多很多，毒物很多。最近大家敢不敢吃鱼？敢吃吗？鱼现在这个鱼市场几乎灭亡了，鲁亮进水产市场几乎垮下来了，破产了。不买鱼，不吃鱼，为什么？日本放射线污染，
不知道哪一个鱼受到什么受污染有多少啊多重，所以呢现在不敢吃啊。政府出面说没事没事，还不敢相信。他们检查也是检查好几吨几吨几十吨几百吨当中就检查几十条鱼，不是意义的检查。而且这个每一只鱼啊，这是韩国鱼，这是中国鱼，这是日本，这个鱼有国境、啊、难道日本的鱼只在日本生活吗？他们也不需要签证，也可以随便过来过去，所以呢人们不相信。我们也许已经吃了，天天在吃，也许正好我们不是故意吃，但是呢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哈利路亚，我们以前阅读这经文的时候呢常常不读这个经文，因为好像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没有什么 日常生活中一般不喝毒，对吧？不喝毒，没有什么毒物，所以呢，这个我们越过去了，常常越过去。祷告的时候，主啊，当我奉耶稣名赶鬼的时候，让魔鬼揭露出来；当我手按病人的时候，病人就好。哦，但却不祷告这个，啊！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让我们知道啊，原来主耶稣如此说的原因是什么？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一下这个，若喝了什么毒，预备起，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以前中国为什么买盐，中国很多的人不是买盐吗？那个时候为什么买盐，也是怕什么吧，怕什么，怕受污染吧。反正不管怎样，我们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样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一毫反被魔鬼压制的人的事情。魔鬼不管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攻击我们都有出路，我们都可以抵挡他。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的赶鬼的时候，就宗教徒们会攻击我们，你们为什么天天赶鬼，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赶鬼，如果我们不赶的话，乌鬼会怎么样，他们会杀你，他们会攻击你。不管我们怎么对待，哎，我对你好，你也要对我好，他会对我们好吗？不会的，他们是已经拼命的，就是垂死拼命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不攻击他们的话，他们呢不是选择的事，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攻击还是不攻击，我们可以选择。但是呢，对乌鬼他们来说，攻击我们并不是选择的事，而是必须得这样做，对他们来说必须得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垂死挣扎。所以如果你想胜过他们，你想保守自己的话，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不是说你不要攻击我或者是逃避，没有用，只有一种方法，什么？攻击他，攻击他，只有这一种方法。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结束之后，为什么偏偏赶鬼，如果不攻击的话，他们呢还是照样攻击你。所以呢，我们要抵挡魔鬼，他要逃跑。大家知道以斯帖的故事吧？以斯帖，他救了自己的百姓。原来想要杀害摩德改的这个哈曼，他用诡计想要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全部都死掉。但是呢，后来呢，因着以斯帖的祷告和他的冒死的勇气啊，来到王面前求然后呢揭露了这个哈曼的诡计。然后哈曼呢，把人被挂在自己树立的木头上面，就好像魔鬼一样，魔鬼为了杀害耶稣树立了十字架，但是呢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好像是他自己。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人们看到木头上面的什么蛇就得救。那这个蛇
是不是有关耶稣的比喻？不是有关耶稣的比喻。这蛇怎么表明耶稣呢？这个蛇表明的是谁？魔鬼。哎，虽然我们看到了被挂在石头十字架上的耶稣，但是呢，就好像哈曼反而被挂在那个木头上一样，魔鬼想要杀害耶稣，但耶稣现在不在十字架上，乃在哪里？天上。而挂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看到的，凭着信心看到的是谁？魔鬼。哎，魔鬼。嗯，魔鬼，我们的仇敌被挂受诅咒了。哎，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上帝已经吩咐，按照哈曼的轨迹已经吩咐这世上的，就是巴沙国支配的所有的地方的所有的民族，在1月14号都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王已经这样的吩咐，而且盖章了。王的命令叫什么呢？旨意。旨意，原来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这旨意就是王的命令。然后呢，王盖章了，那按照那个国家的法律规矩，王一旦盖章的话，可不可以推翻？可不可以收回？不可以。不可以，连王自己都不能收回，王自己都不能收回，上帝所发的命令连上帝都不能收回。同样，王也是皇帝所说的话连皇帝都不能收回。后来呢，王知道了这是哈曼的诡计，他也愿意拯救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百姓，但是呢，又有什么办法呢？已经下令了，只好到了时候呢，那些百姓只好攻击以色列民。这个时候呢，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以斯帖找王的时候呢，王也说：“哎呀，我该做的已经都做好了，不过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盖上了嘛，所以呢，我也不能更改，你们看着办吧。我把我的戒指给你，然后呢，给了摩底凯，然后呢，你们看着办吧。”这个时候呢，摩底凯祷告：“上帝，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拯救他们呢？应该怎么办？”他可以下令，以王的名下令。那有什么样的命令才可以拯救以色列百姓呢？只有一个方法。当仇敌们起来攻击你的那一天，你们也要聚在一起，拿着武器，你们自己也可以起来攻击他们，你们也可以准备武器，不要呆呆地坐着接受他们的攻击，而是你们自己要聚在一起，然后呢准备好，然后呢那一天一旦黎明了，那你们也起来攻击他们，他们可以攻击你，他们为了他们肯定会攻击你们的，因为这是王命。他们不想攻击也得攻击你，所以呢你们必须得起来，你们也要攻击啊，这样王的命令下来了之后，那些仇敌们会怎么样？他们虽然他们要攻击，但是呢他们知道王的心在哪里，是吧？王已经站在他们那边，以色列人那边了，所以呢敢不敢攻击？他们也不敢攻击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敢攻击我们了，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错误，然后呢坐在那不攻击的话会怎样？他们会来攻击你，为什么？他们呢没有退路，所以只好杀死你们，所以呢你们要起来先攻击。那一天全国里面所有的以色列人起来攻击那些仇敌，所以得胜了只有这个方法，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要积极的去攻击他。哈利路亚，不要仅仅防备，而是要攻击他。不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好好的防备魔鬼，而是你们要起来先攻击，所以呢奉我的名赶鬼。给你们圣灵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要主动的去除灭魔鬼所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得胜的唯一的方法。不管你攻击不攻击，不管你起来不起来，无鬼的不时的要攻击你，想要除灭你，但是呢一旦你起来抵挡他的话，他呢肯定要逃跑。所以我们首先要攻击，顺服上帝，抵挡魔鬼。我们说三遍，预备起。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顺服上帝，抵挡魔鬼。我们信仰生活的细节，所有的细节都是抵挡魔鬼的方法。我们顺从上帝，服侍上帝的这所有的过程，不仅是顺服上帝的方法，也是抵挡魔鬼的方法。所以呢，虽然会有魔鬼的攻击，但是呢，我们更积极的攻击他的话，他肯定会逃跑。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此，为了抵挡魔鬼，需要圣灵和能力。愿你把圣灵和能力充满在我们里面，让耶稣所应许的话语都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时时刻刻抵挡魔鬼吧。我们耶稣的话语里面祷告。耶稣，我们看到你们不去。大家，魔鬼也不会呆呆的坐着，他会攻击大家。这时候呢，能胜过他的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在你里面的耶稣的宝血，我有耶稣的宝血。魔鬼呢会控告你，使诱惑你。让你认为你是没有资格的人，这个时候你要承认，是的，我没有资格，但是呢，我里面有什么？耶稣的宝血。所以呢，有耶稣宝血的人能够胜过魔鬼的攻击。主啊，求你让我彻底依靠耶稣宝血吧。虽然我不足，虽然我有很多的肮脏，但是呢，让我承认我有耶稣的宝血。魔鬼最害怕的就是耶稣。也同样，他最害怕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所以耶稣的门徒们会因着为耶稣做的见证而过得胜的生活，会胜过魔鬼的作为。主啊，求你让我靠着圣灵见证耶稣，让我的家庭靠着圣灵一辈子都见证耶稣吧。当我祈求的时候，主啊，我愿意为耶稣做见证，愿你以神迹启示来证明我所传的道吧。当我手按，当我奉耶稣的名，斥责的时候，让污鬼揭露自己的原形，彻底的把自己的疾病和诅带着离开。当主耶稣谈到让我们能够抵挡魔鬼的权柄、能力的时候呢，还谈到了说新方言，这方言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充分胜过魔鬼的上帝的礼物。主啊，我愿意。多说方言，像保罗一样，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所以感谢上帝。天父啊，求你让我愿意多多的说方言，当我说方言的时候，愿你按照你的应许垂听我灵魂的祷告。主耶稣说，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愿这话语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这个危险的环境，受污染的这时代，到处都有危险的时代，这话语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毒气，但是我们也会因着主耶稣的名会安全的。愿这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攻击，先攻击魔鬼，手你们看到病人的话，手按着他吧，要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吧。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手按着病人，病人得不到医治怎么办？这不是我们要担心的事。不管怎样，我们要按手为病人祷告。如果你祷告十分钟不行，祷告二十分钟还是不行，祷告一个小时，但是呢，几乎没有人能够为了别的病人祷告一个小时，很快就说还不行，这是太不像话。主啊，当我们手按病人的时候，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吧。让我们为了家里的病人祷告吧。家里孩子如果有疾病，哪怕是感冒也好，还有别人不知道的疾病都会有。主啊，在这时刻，我
为了我的家人祷告，主啊，求你彻底医治他吧。为了我的朋友祷告，求你彻底医治他吧。我的手，主啊，让我能够胜过懒惰吧。懒惰就是饿的。主耶稣说，又懒又饿的仆人。主啊，就让我胜过我的坏习惯，让我胜过懒惰吧。耶稣还在祷告。耶稣。天父啊，感谢您，感谢让我们知道这属灵世界的真相，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仇敌魔鬼，而且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让我们胜过魔鬼的作为。天父啊，求你让我们亲近上帝，顺从上帝，并且抵挡魔鬼，并且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让我们胜过一切魔鬼的作为，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愿意在这个礼拜当中看到我们的变化和更新，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如今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下决心与魔鬼斗争直到流血地步的每个弟兄姊妹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